我们今天呢，请到了韩国戏剧界的型男金南吉来到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一定要热烈鼓掌欢迎一下，欢迎你 ，Welcome。你好，我爱你。我知道金南吉，曾经演过很多的剧集，然后来到香港。你最欣赏的男演员是梁朝伟，对不对？네내가어릴때부터배우처음하면서롤모델로생각했던내가저런배우처럼되고싶다라고생각했던양조위那有没有觉得其他有哪一个演员是你自己想合作的在香港그냥양조위랑양조씨랑같이해보는것자체가꿈이에요양조씨랑아비정정같은거한번찍어보고싶어 那我知道你刚刚有结束拍摄了一个电影叫做海盗奔向大海的山贼那你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或者特别有趣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CG 가굉장히많이들어가는작업이에요그래서중국에서도 CG 가많이들어간영화들도많이봤고뭐적벽대전이런영화들도봤는데그 CG 그블루스크린앞에서연기를할때아무것도뒤에뭐아무것도없으니까그냥블루스크린앞에서연기하는모습자체가굉장히낯설거든요근데그게이제앞으로 CG 가덮여지면어떤모습으로보여줄까라는궁금증들이많아요우리도연기를하면서所以其实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演技就是要靠你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去想象所有的背景和空间这是最大的挑战吗그러니까그게우리가상상하고연기를했는데그러니까예를들면큰고래가나와요영화에서우리가배에서고래가이렇게나오면우리는눈앞에는안보이는데우리가막아아막이고아막이런것만하니까그러고나서컷이러면자액션아아컷이런게많아가지고이제그게어떻게나올지사실은그런것들게궁금하죠刚刚他的那个诠释我已经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了谢谢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那有很多媒体就是说这一部电影呢就海盗这部电影是韩国版的加勒比海盗那你自己觉得是怎么样如果说拿你和乔尼戴普去比较就是 John Depp 去比较的话你觉得你们两个谁是更上一层或者是你自己怎么样去诠释两个人的角色和演绎비교되는것자체가사실은굉장히부끄러운일을갖고그그냥캐릭터적으로만얘기했을땐캐리비안해적에나오는조니뎁하고한국영화해적에나오는제가연기하는캐릭터는차이점은의협심이좀있다는거예요그캐리비안해적조니뎁이연기한해적과조금다른점은딱하나그거의협심의차이고그질문이하나도모르죠觉得两个人谁更有魅力吧누가더매력있다고생각하시는지한번물어봐주시면让我觉得是不是我觉得当然是你更有魅力了당연히김남규씨我要怎么做不用客气搞得人家好紧张那我也有听说可能你之后会拍摄韩国版的国土安全是这样吗사실배우나셀럽들은배우들은그런정치적인것들종교적인것들색깔을좀안띄는것들을아니그렇게색깔띄는것들이위험한데요번에는조금정면돌파식으로아시아가전체적으로공감할수있는얘기가족적인얘기또정치적이고종교적일수있는얘기들을한번만들어서보여주고싶다라는생각들때문에그거를되게하고싶었고그래서이제그판권을사서이제어떻게만들어야되고어떤것들을준비를해야될지를지금고민하고있어요那刚刚我有听到你说你会做这一个电视剧的制作人那以前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比如说你是演员出道然后又出了专辑然后又有拍广告作为广告的导演同时还做过音乐纪录片的制作人所以这么多的不同的角色当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아무래도본업이배우다보니까배우가제일你说演员优先那如果给你的机会去选择的话你最想要诠释或者最想要演一个什么样题材的作品사실은그러니까제가했던역할이다어두운다크한역할이거나아니면되게새드하거나그런것들이많았는데그러니까사실그런캐릭터가끌리는건사실이에요되게근데그러니까지금도어떤역할을해보고싶냐고물어보면느와르멜로를하고싶거든요근데
所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是有没有想要说，嗯，向中国或者是更多的地区去发展？ 어떤 거에 어떤 나라에나 뭐 속해 있는 걸 떠나서 중국이 됐든 일본이 됐든 한국 안에서도 그렇고 우선 기본적으로는 한국에서 좀 제대로 연기하는 좋은 모습을 보여줘야 되겠다는 생각이 제일 크고 그 다음번에 중국 팬들을 만나볼 기회가 생기면 그 중국에서 그런 의미로 많이 불러주시면 뭐 어디든지 못 가겠습니까? 불러만 주십시오, 여러분. 谢谢你今天的到来，也希望你的电影可以大卖，我们一定会去支持的。有你这么可爱的表现，相信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也希望你一切顺利，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嗯，谢谢。Thank you.